双手捧着地球，缓缓行经总统府前。不过这美人鱼一丝不挂，让一旁民众看了好害羞。可能小朋友还是需要一些家长的一些协助。你肯定应该是要去保护级。还可以啊，很漂亮，没问题。家长们说，用艺术眼光来看，美人鱼没穿衣服不成问题。大家比较好奇的倒是小英总统穿啥亮相。裙子啊，可能要。 看他以前一样的穿着吧，期待他穿裙装。有想过啊，他没看过啊。这不要亮一点呐、啊。你猜我猜，媒人说的准，因为绿营把小英就职服装列为最高机密。我们这一次谢谢蔡英文总统以及马前总统。AA 彩排这一位假蔡英文，真实身份是小英造型师，穿着黑色套装来运演，难道透露端倪？有消息指出，因就职大典最为正式，蔡准总统可能穿黑色或灰色裤子套装，配上白衬衫，顶多别个国旗徽章。穿裙子几率低，到了国宴有机会换成小英最爱打扮，西装外套配上圆领先衫。 穿裙子还是惯性裤装打扮，英粉们期待、期待再期待。记者黄明君、邵玉敏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